至二十四日凌晨，台风天鸽已造成十二人遇难，其中珠海两人、中山两人、澳门八人，受伤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预计天鸽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。二十四日八时至八月二十五日八时，南海西北部、海南西北部沿海、广西大部、云南东部等地将有六到七级大风。你睇下，成个麦子机死得，巴士都浸过一半啦。对，你看一下这个坦洲收费站，现在已经被摧毁的什么样了？那一边直接把那个亭子